在入户门口放一个这样的鞋架，家里的鞋子再也不乱糟糟的了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美观又防尘。鞋架材质是镀锌加粗管，不生锈承重力强，赶快给家里安排一个吧。姐妹们还在为家里的鞋乱糟糟而烦心吗？这款防尘鞋架就不错，多个层数可以选择，使用的是家族防锈镀锌管，经久耐用，采用加厚 PP 板隔层，不生锈，不腐蚀，多层隔板放鞋，开合方便，拿取也顺手，整洁又美观。家里鞋多，摆在门口特别爱落灰的，可以来个这个防尘鞋架，它每一层可以摆三双鞋，每一层都有这个防尘罩，把鞋摆在这里，再也不用担心它会落灰了。它有四层，能装很多鞋，进门可以把包包放上。你是我小绿。